们来听听年糕的声音。买起来了，买起来了。哦，不看词儿啊？他不看，不看，背你背下来了吗？他完全不看词儿，他就看那屏幕。丹麦，美丽的王后，你在哪里？你好吗，奥菲利亚？张三李四满街走，谁是你情郎？毡帽在头，杖在手，草鞋穿一双。我可爱的姑娘，这首歌是什么意思？您问我？不。您好好的听着，他已经死了，姑娘一去不复来，头上盖着青草，脚下石生苔。可是奥菲利亚，您听下去，眼睛遮体白如雪。你看，陛下，身上铺满鲜花，有些人尽管泪流满面，却没来参加。这便是对他的回报。你好吗，美丽的姑娘？挺好，上天保佑您。听说猫头鹰是面包师的女儿，主啊，我们只知道现在，不知道将来是什么。愿上帝和你同行。还是惦念他的父亲？不。求求您，我们不谈这个了。要是有人问你是什么意思，就这样回答：情人佳节在明天，我一早就起身梳洗整齐到你窗前来做你的恋人。他下了床，披上了衣裳，打开了房门，这里我是姑娘，出来便夫人。真的，你不用发誓，我会把它唱完的。我的天哪！哇，厉害，特别好。你们这是从小开始演的吗？我是从小演。当你很热爱这个东西，你就不能去消耗它。嗯。你总是这样演演演，演到最后，我说实话。有一段时间我演到最后就不知道在演什么，当时也没有一个让我觉得哇，就是那种很想突破的角色。对，然后就很疲惫，每天都想着收工。嗯，我觉得就有一些东西要坚持住，稍微要坚持住一些，要不挺痛苦。你真可爱。我咋就可爱了？你要找一个像我一样迷恋你的。你太粘人了，不是你欢乐颂粘我的时候了。我长大了，我成熟了。你知道我在欢乐颂的时候，我在拍摄现场，当初你怎么我寸步不离，他坐哪儿得坐他腿上，他看别人不行，我说必须看我，那好变态。离他特别近，我都斗鸡眼了。结果现在你就嫌我粘人我们男人不都这样吗？你家人不会催吗？我们都不催，不催。他们俩就是要靠在一起。他实在太黏我，我也不懂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人格魅力。我都这样绑着他，他还不耽误他吃呢。我就想你小心点。我想多吃点怎样啊？面条特别好，我打算再吃一碗了。你有点饿。你是来干嘛来的？不好意思，来吃饭。你还吃？你从昨天晚上。哎，涛姐，你没吃饭呀、啊？我一个就是要穿晚礼服的女演员，怎么会跟你一样就不停的吃呢？什么？怎么会跟你一样就不停的吃呢？什么？那昨天晚上是哪个女演员啥都吃一口，啥都吃一口？我是帮你们尝尝，没事儿我才放心给你们吃。这真想吃东西，真的是，什么都可以。
在这个有光的地方，然后有树，这应该好好拍个照片是吧？哇，这个太美了，用 OPPO R7 Pro 拍一下。哇，好美的！哎呀，真好好看呀、啊！我以为地震了，你看姐夫那抖脚了。哎，姐夫刚想夸你，我跟你说，上礼拜跟孔生打球，孔生一直在夸你，说你戏好啊，真的吗？那你能帮我问问孔导，为什么不再找我演戏了呢？我现在给你问他，现场给你问。那我们来拍个照片吧。对对，咱给他拍个拍个照片。来，欣欣过来。《欢乐颂三》什么时候开拍呀、啊？这还没录呢，姐夫。是被摁住是吧？对，摁住啊。摁到自己的脸。导演，《欢乐颂三》什么时候开拍呀、啊？还等着大火一把呢。对呀、啊。哈哈哈！怎么是拍《欢乐颂三》？赶快！我怎么老感觉姐夫想演个角色呢？那贼积极。你说他演谁合适？那就演小包总吧。小包总第三季发福了点。发福不怕，怎么缩了呢？就是这样，我受不了。哎，你个出去吧你。不是对吧？你说发福没事，缩了呢。手好弯啊，就是我手能这样。哎呦，哇！就大家是那种是这种弯，但是我是那种弯。那种弯？就是花的那种弯。嗯，就是花的那种弯。我两个腿能趴到的假的？来来来。我们信吗？不信。掰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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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掰一个。我非要演吗？掰一个。哦。就是这条腿可以这样，这条腿可以这样。哦。啊，然后这条腿可以，就两个。哎呦啊！就不大练舞蹈，但是从小啊就这么软，怎么办呢？这跟舞蹈什么关系？这马戏团练的。下一个节目，请欢迎来自北京，北京选手，北京选手。我扎斯的 smile 一下，没有任何，没有任何。怎么英文能让你说成这样了？我都不明白。扎斯的 smile 一下。哎，那一到十，赶紧给大家表演一个呀！一到十，一到十就是 one, two, three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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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着呢？哎，你们能做到吗？你们坐右边吗？来不来？行吗？我们做不到。所有男生向左转，成功吗？左向左转。哎，突然发现男女刚刚一半一半，再也不是少林寺。哎呀，来吧来吧。我们也可以。哇！我马上26了，我到现在进组拍戏，我都带着我妈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挺幸福的。对啊，我带着我妈。那时候我不是说以演戏为主，我是喜欢。我爸我妈就觉得你干不干无所谓，但我就要演戏。然后我爸我妈就带着我去跑剧组，直接就陪着。
欢迎来自嘉兴公司红得发紫的杨幂、高伟光。大家好，沈腾前辈好。你们好。有年龄感了。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小道具给你们，今天沈腾跟幂幂要来开杠一下，把气势拉起来好不好？说完就推过去，然后对方就来，好不好？谁先呢？你先吗？主题是什么呢？主题就是我们公司有多棒，你们公司不行。哇，眼神已经有杀气了。已经有杀气了，哎，好迷。汉唐。沈叔要配老花镜。确实站的是杨幂哈，我对面。这里还遇到一个眼神不好的。对。好，开始。您先来，您先来。你们公司厉害，你们公司先来。我们公司确实厉害。我来了。开心麻花。真厉害，真厉害！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个嘉行传媒也厉害。开心麻花是最好的培养喜剧演员的公司。嘉行传媒什么都培养。哇！就是不培养好的演员，就是不培养好的演员。开心麻花有好的演员吗？有看上去挺好的演员。嘉行传媒谁不是好的演员？谁不是好的演员？哇！想不出来。怂了，怂了，怂了，怂了。来，再来加油，换一个题，我模仿一下杨幂老师啊，有个广告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没没没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广告说的是什么我忘了，但是确实这词儿非常深刻。没太看过沈腾老师的广告，没太看过沈腾老师的广告。哇 ！KO，KO， KO， 这真的 KO 了的。麻花的领导给杨幂老师送台电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萌萌的，这么多白头发，这么多皱纹，你让我可爱一个。蜜姐，嗨，蜜姐，光哥 ，Hello，Hello， 送水果，请坐，送水果了，我们这是有含义的。蜜姐，光哥，我的是看它两个颜色不一样，就是大红大紫。我给蜜姐送了这个。比较可爱，就是像蜜姐一样。你的意思是我像个瓜？那我像个瓜，那个光哥像啥？葡萄。为什么呢？大红大紫嘛。哎，对。我们今天要对战的是那个开心麻花。拿到了两张停卡，这个很棒，这个很棒。那另外两张呢？那两张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真的差一点点吗？其实主要还是考虑给对手留点面子。对，对，我们嘉行一定行。不是我们优势很大嘛，对不对？还好吧。没事，要有自信，自信，必须的。嘉行就是的男艺人，没别的，就是盲目自信。那个艺大千是可以一分钟做80个仰卧起坐，是80个俯卧撑，不用做，但是简单的亮一下腹肌，震慑一下对方，好不好？呀，这来吧，还有这环节，可以吗，蜜姐？你不等这一刻等很久，还问我可那不可以？别亮了，可以了，可以来吧，来了。
哎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真的没有戴美瞳对不对？我没戴。没有戴美瞳吗？没戴。我也以为你戴了美瞳。这是他真实的演出的，太美了。对，葡萄男孩。秘密来一个，秘密来一个吧，来一个。眉头，你给我回去。自己就往休息区走了。沈叔叔，有没有觉得这个目前的笑脸值的这个收集，公平程度有待考虑？公平可能也挺公平的，但是其实有点走偏了。秘密觉得呢？我觉得我们再看看吧，因为我觉得麻花的各位也是很厉害的。是啊，一下就能攒齐4000多。我们在进入下面的环节之前，我们请那个四位助理官给我们那个在校生加加油，好不好？伟光，你要对大家说什么？我们那个口号是什么来着？加薪加薪，一定能行。很有力，很有力，对，很急很急。加了一个加薪，这个公司很有规矩。加薪加薪，一定能行。也不是很有力啊。很有力，很有力，很有力，很很齐，很齐，很齐。西哥不错，西哥。秘密要说什么？秘密要跟大家说什么？就谢谢大家照顾了，谢谢大家喜欢了，赶紧说点。再来一次，我们来一个，就是真的有点齐的那种，好不好？来，加薪加薪，一定能行。哎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官，你觉得这次齐吗？齐吗，秘密？